到我的这个重量级开箱第一集。我要开箱这个是我的生日礼物，那我们来看看这箱是什么。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？看下去吧，后面还有哟。再见，陪我那么久的相机，拜拜。这里是我入门的相机。包好后送到商场去。来到商场，要把之前这里可能大家的相机卖掉，换一粒哟。要换一粒小粒的 SLR 相机。到了相机店，进去看看能够卖多少钱。这里就是我之前那粒相机。等待他们查相机，出去溜达。OK， 筹备了那么久，终于存够了钱。去相机店付款，付款先哦。Order pre-order 先。我。我的新的相机已经到商场了，所以要拿这个旧的拿去换那个新的。